稍微等个放到冰箱里面，等个大概5分钟10分钟，就可以把水压出来。哦，然后最后再做最后调味就可以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切这个辣椒哦。哎，简单，你还在这边，就是今天没有香菜的，有的时候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切辣椒哦。
遍的，我真的很喜欢在吃东西，大家在看。对啊，我就是厨师特权的，对，但是有一点点咸，但它没有吃，不是那种很咸的那种。你可以把蒜头，哦，放进来，那蒜头也可以拍，可以不拍，其实应该都拍过了。再把蒜头放进来，哦，然后再稍微抓一下辣椒进来，哦，再抓一下。这道菜在我书里面是没有，哦，我只是简单的想要把这个味道调出来，然后把对的方式呈现出来，哦，这边放进来，那一样，更可惜的是肥料。接下来要来调酱，哦，这个拿一个盒子，然后一点点酱油，然后来一点点醋。很多人都问我说比例是多少，其实我说真的，大概我们都讲大概，但因为我每次看人家的食谱，我很佩服这些，然后很精准的。因为我自己做不到，我必须要讲。哦，如果说那个情况，你还要监督我备案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备案，对不对？你家的火是多大的火？你的锅子用什么样子锅子？你的肉是多厚？我可答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一点点的香油，然后一点点的香油，然后糖。好，接下来这个酱呢，我不用特别介绍了，我会把酱放进去哦。你闻得到？哦，你拿到的时候吓了我一跳。有买书的有时候都有了，我才拿下来，我还没闻到，超香的，我太厉害了。很多人做很多事情都忘记自己在干嘛。我们那时候一开始预购的人都有放什么酱，哦。那你有吃的吗？拌面是吗？那就沾水饺啊，不喜欢吃水饺。那个酱还有吗？有吗？哦，这一点点我没办法，因为量所以比较小，所以比较大一点。好，那我把这个酱倒过来。不会辣，不要紧张，它就是香。你的就是在闻吗？你走开！你有闻过吗？你有拿到酱吗？你帮我闻。怎么样？旁边的人酱闻一下。旁边手已经举起来，马上拿给他。快点！好，你有拿到吗？一下，哦，我们是在卖这个酱，你还没卖，哦，但是还蛮香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没有那么辣，没有那么辣，对，喜欢的，我怕它就失踪，传到后面去了。可以再铁的酸一点，哦，永远。时候永远不要去相信你的直觉，永远都是要相信你试菜的味觉。哦，一样是一根香蕉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味道一点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一样是一条鱼，长得很像，但是一点味道不一样。所以永远要相信。哦，除了说一样是一瓶工业水，它味道会是一样，所以之外，哦，师傅回来，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经验，你买个大师的食谱回来，他
国内外都一样，买回来你再怎么样照他的食谱做，就是没有特别好吃。哦，也有那种大师，也有那种大师，他来你随便做随便好吃。那其实并不是你不好，或是这个大师不好，而是你们中间没有中间的交流。哦，其实做菜是很有趣，哦，不见得说，哦，好比说，好比今天，你看了 Jamie Oliver 的书，那你去学他做菜，做得很棒。不见得我的书你照着做，做得很棒。哦，那每个人都有因为食物的这个食材的喜好，会有一些差异性，但是不要太在乎这些。哦，在。